宝贝，你今天想吃什么？想吃我呀。我对于身材方面应该算是还 OK， 还算有自信，但是我比较没有自信的地方是我的肤况比较需要花时间跟心力去照顾它，因为有时候太过累的时候它就会很容易长痘痘啊，开始暗沉还是什么的。他们都说我的个性最漂亮，我的个性吧，就是被最常称赞的地方应该是我的个性，如果是被男朋友称赞的话，可是他们可能觉得个性更好吧。宝贝，你今天想吃什么？还是想吃我呀？我有点害羞，不太会那种动态的。我可能要先就是请我经纪，我现在有点冒汗，我可能要先请我经纪人帮我评估。如果他评估过后是好的话就可以，就我是蛮喜欢挑战，如果画面啊风格都是好的话，我是蛮愿意尝试看看的，要适合我啦。因为像之前很多时装秀啊都可能会薄纱啊，然后中空啊，甚至就是只有贴着就是重要的地方，然后我就觉得哎，其实作品呈现出来是有质感是美的，其实我觉得对于艺术这件事情我是蛮想尝试跟挑战看看的，所以我也不会特别觉得哎没有不好，就是如果风格啊然后跟整个画面是好的有质感的话，我都蛮愿意尝试的。他们是讲什么就说什么我很绿茶做作这种，我就觉得哈，第一次有人说我很做作，因为我的个性偏大辣辣，所以听到就不了解我的人，他们可能会觉得我很做作还是什么的，对，然后我就觉得有点伤心，就蛮长的，但我会觉得就看过就是笑笑就带过，有时候当然会微走心啊，但我走心的时间不会太久，因为我会想着哎，还有更多喜欢我的人，对，就是走心一下下，然后之后就笑笑带过。毕竟我这个算是写真教科书吧，对吧？我给你们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好了，就这个，就是其实我算是上空走在室外，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就觉得哇，天哪，我怎么那时候是上身的走在室外，就是全空走在室外，就是贴着胸贴，然后对，空着，披着外套这样，但是因为那时候没人啊，所以其实也还好，只是回想起来就觉得印象比较深刻。其实那时候比较没有这种想法，我那时候就是想赶快好好结束完这个工作，就是赶快不要 delay， 赶快就是下一趴下一趴下一趴。这是我的封面照，你看这么的纯欲，就是又清纯又性感的，然后这边还有点湿湿的，对，我觉得这套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大家，我的第二本写真《与你相爱》就是在5月20号上市喽，期待520与你相爱。